生活中很多有爱心的单身狗喜欢养殖汪星人，既当玩伴还能相互之间斗智斗勇一下。无奈大多数汪星人为了口吃的基本上都迁就着铲屎官，敢怒不敢咬啊。好看，你真好看，你看你不相信，你看，地上呢，可漂亮了。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好看啊？好看不好看？啊？还要配合着玩一些狗血剧情小段子，真是有些绝望了。就爱掀开你的背，然后泼一盆滚烫的热水。就连睡个觉都提心吊胆的，各种突然袭击简直太无奈了。狗呢？狗。于是两只金毛狮精化身拆家狂魔，果断报复一下。他的线就被你养断了啊，就不怕电死你吗？电死怎么办啊？把你电死了怎么办？问你们，电死了怎么办啊？电是能咬的吗？电是能咬的吗？忍受了种种委屈，还不就是能吃上口好饭吗？没成想连这个也调戏。肚子没填饱竟还要配合铲屎官练拳，真想打的对方怀疑人生啊。